当年与日本阿基娜结婚，28日迎来48岁生日，也是他当妈后第一个生日。他表示48岁生日的这天很特别，因为小宝贝在今天会走路了。当时不少人在留言下方祝贺志玲姐姐生日快乐，而新生代演员王珍玲今日也在网上晒出与志玲姐姐的合照，祝贺她生日快乐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林志玲以一头及腰长发搭配气质粉色套装，整个人看起来相当优雅，而她还亲切地抱着王珍玲，两人互动超级亲密。王珍玲也在贴文祝福志玲姐姐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还感谢她分享智慧和经验。而第二张四人合照中还出现范绍勋与巫建和惊喜同框，让粉丝看了又惊又喜，纷纷祝志玲姐姐生日快乐啊。